兰蔻真的非常非常贴心，现在透过一台很厉害的机器就可以获得试用包，想不想要？超想要，自己简单操作就可以吗？没错，我们来去看一下那个机器，走。其实你要获得这个试用包啊，很简单，你就要在上面输入一些你的手机号码，哦，这么简单，生辰八字，就把它输入进去就可以了，对。专柜有一个东西你必囤，听说这个东西它在台湾上市一年哦，卖超过了20栋101，这个就是小黑吧，就是小黑瓶还有小黑安瓶，所以周年庆不囤这个要囤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周年庆的组合，有小黑瓶，然后呢右边那罐小黑安瓶，然后前面还有旅行组，右边还有用眼睛的眼霜，看看后面还有安瓶的试用包，对，这个太划算了，我不夸张，我已经用掉整整4-5瓶，它真的非常好用。星星帮我们示范一下那个小黑安瓶，它在使用的时候有一个诀窍，我觉得它其实是要把它转进去，然后转进去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蓝色，真的好神奇，超美的。因为它的活性浓度太高了，你在一个月之内把它用完，达到最好的效果。最主要里面有3种菌，然后呢，能够帮助肌肤表面维持稳定啦，改善红痒啦，还有让肌肤越来越健康。那现在这小黑安瓶呢，它就是建议在晚上加强我们肌肤的修护效能，因为它的浓度提升到98%的活性成分，那可以让肌肤的肤质更好、更透亮，让肌肤长出肌底的光。现在味道很舒服，而且你看老师才刚刚帮这些擦上去，它马上在脸颊这边完全吸进去，完全吸上去，而且马上有光泽，对，我们的笑肌马上就蓬了，真的耶。然后呢，它其实现在有做活动，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提袋，而且你知道它还是客制化的，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后面有我的英文名字 Kelly， 它现在周年庆的时候有在送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要买那个小黑瓶的那个新复活组，对对对对对。